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飞看世界。我们今天来到嘉义梅山的韩西尼。那韩西尼呢，它是近期新兴的一个蛮热门的赏樱景点哦。它里面呢有大片的福尔摩沙樱。那我们今天呢是在大年初四来到这边哦。今天上来呢天气好冷啊，这边的海拔呢大概也有1000多公尺，然后从嘉义车站呢开车上来啊，也要2个多小时的山路哦，所以这边其实蛮难到达的，很像远的要命的一个仙境。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一个呢，就是韩西尼它的入口，然后它的入口的设计，你看它是一个木质的一个牌楼，看起来有没有很像在那一种仙境里面灵山它的一个佛门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边呢、就有一点那一种禅修的那一种意味，一上来到这里，觉得有一点来到那种山中灵山的感觉哦。我们今天早上九点到，然后他是8点开始营业，但我们9点到的时候，车子已经到第二停车场都快停满了。那个这边如果说停车场满的话，他就不会再接受上山了。从第3停满，对，然后到第二，对，那现在第二应该也快停满了。对，第二快满了，他其实停车位没有很多耶，我这样目测起来大概10来个吧。说真的，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没有停到上面来，还蛮吃力的。它这个坡还蛮陡峭的。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带太小的小朋友跟长辈来这里，因为我们刚在来的路上，一路都是山路，山路开了1个多小时。光是山路就1个多小时。对，然后路又很小条，它会车不容易，上来在这边的交通要特别的小心。他会车不容易，9弯18拐的。对，我现在好喘哦，因为光是从大门口走到这边，这个坡真的是太陡了，一路都在爬山。对呀、这是他的大山门，我们刚在这边停车，第二停车场大概在这边，然后一路沿着这边这样上来。那他一路上来呢，就刚我们上来就已经有看到一株白樱花了。那主要我们要走到这边，它有8卦阵、4象阵、2仪阵，然后这边呢一座红桥，然后这边就整片都是樱花步道。它园区还蛮大的耶。那这边走过来，这边有一个餐饮咖啡厅，那再往那边走，它就是蒙山，是它这一个园区的最高点。他说他这边开垦，他开垦者他大概是30多年前来到这里，然后看到这座塔山，在后面这座山叫塔山，觉得说在这边这一块地感觉很像是一座佛坐静坐在这里禅修的样子，所以呢他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里开垦成像现在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垦成现在这样子这片园区出来。近2年来会红的原因是因为韩团的女星周子瑜就是都会跟她家人来到这边来赏樱，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被外人所知，然后就红起来了。我们今天上来好冷哦，海拔1000多公尺，然后刚好这几天天气又特别冷，里面塞外套塞得很臃肿，但是走到这边啊身体都热起来了，因为一路上来真的就是很陡峭的爬坡。Thank you.
们现在走到这个是内山门的地方，那内山门的后面呢，可以看到这上面就是一个八卦阵了。那在韩溪里里面啊，它有一个八卦阵，然后一个四象阵，还有一个两仪阵。易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在这八卦阵中央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灵气的一个聚集地。那所以呢，在八卦阵的门的旁边，它有一块立牌，告诉你说进入这个八卦阵，我们要怎么样去走，那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天地的精华。我想是这样子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按照它的指示，然后去走走看，去吸收一下，去感受一下，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灵气磁场的感觉哦。这边有一个入阵须知。入八卦阵后呢，要静心放松，然后到各阵停留，就可以聚集天地祥气与人体各卦应合，提升人体的健康。我现在站在八卦阵的阵下方，然后呢，按照他的指示，就是站在这里放松，然后吸收这个各卦阵的一个灵气，那它会跟你身体呢里面的一个各卦相呼应，达到身体健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在这边的感觉，因为可能今天人比较多一点，我悟性可没那么高，目前还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拍的人都已经充满能量了。你有能量吗？充满的想打人的能量。不过在这八卦阵里面啊，这样子走啊，因为它旁边是茶园，然后上面你往上看，它就是灵山。灵山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那种三中寺庙一路楼梯一直往上通到上面的太极塔，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它所谓的灵气应该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你可以放松，然后把自己沉淀下来，那呢去感受说这一个地点它给你带来的一个沉淀的感觉，让你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整个身体整个精神层面得到了升华。上面走上来就是四象阵，那就是四个八卦门。刚才那里是八卦，对，这刚那里是八卦，这里是四象。啊，我们这里啊，这阵子这样跑了好多地方，赏了好多樱花。现在是樱花的季节，而且我觉得每个地方赏樱，虽然说它的品种。像我们已经上次去草坪头看到是飞寒樱，那这也是飞寒樱，但是看到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地方呈现出来给你的那种氛围都是不同的。这边的山樱花开得好茂密哦，它在这一些四象八卦阵的旁边这一条步道，
一整排的，而且是很近距离的，因为它地势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花就在我们的旁边，不用仰角去拍它。这里就是两极阵了，两极阵就是在所有的八卦阵、四象阵跟两极阵，它是在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啊，天气也刚好接近中午，所以现在天气也比较暖一点点了。那在这边看过去视野啊，好辽阔哦，因为远方就是茶园。然后呢，在旁边的这条步道，现在飞寒樱全部都是盛开了，开得很美，比我们那天去草坪头看到樱花呢更茂密。那所以在这边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接着我们要继续往上面走，就要走到我们今天的主角重点塔山。往塔山之前的这一条路叫做虹桥。在这里的感觉真的确实有那种集天地之灵气，很优渥的一个地理位置。有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山中灵修的寺庙。从这底下的八卦，对，到四门，然后这里就是两极。对，它是让你，它是从正门开始，让你重入那个山门，然后八卦阵、四象阵，一直到上面两极阵，一路这样子过来，你会觉得说，它是慢慢的去沉淀你的一个心情。不管你有没有那个悟性，有感觉到它的灵气，但是你的心情会沉淀下来。那经过这一些卦阵之后，再往上走，走到它最高点的这一个太极亭的时候，后面又是这个塔山。塔山看起来就很有那一种灵山的那种仙气，仿佛就是来到仙境。虽然说今天人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现在前面看这条叫虹桥，虹桥的旁边现在盛开的是白色的福尔摩沙鹰。这里有旅行团，这里人啊也不少哎。对啊，因为今天年初四，到哪里人都是这么的多，加上这边白樱盛开，那大家都是慕名而来。要不然这边其实蛮深山的哎，你看我们光是山路就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不管是从云林的草岭过来，还是从嘉义上来，这山路，而且山路的那个会车还不好会，还蛮萧条的。交通不是很方便，那路蛮像那个产业道路的。对，然后这边也没有其他任何大众运输可以到。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条虹桥啊，走在这边的感觉，上面那座很像是庙，虽然它是一个太极亭，但是哦，它是太极亭啊。对，它是太极亭，它不是庙哦，好像是个凉亭。它很像，这种感觉很像是在那种武侠小说或是古装剧会出现的场景。然后上面呢，那个亭里感觉会有一个长者在那边做清修，感觉上去是一个，就是好像来到一个仙境神山的感觉。哇，一直在爬山。来到这边真的脚力要
还是要费一点体力。好累啊！真的一直在爬坡，而且都是蛮陡的。绕完三圈之后呢，上街入庭，然后我们在这边虔诚的祈祷，希望我们米菲看世界的频道可以顺利，然后呢，频道呢订阅人数越来越多，那可以顺利让这个频道推广出来。太极亭旁的祈祷词写着这样的一段话：上苍啊，你创造了一切，却不自以为伟大。你说，真正的伟大是平凡的，人必因谦卑所以尊贵，必因爱人所以被爱。你告诉我们，任何伟大都是从渺小开始的。是啊，在宇宙万物面前，人类显得多么渺小。所以，学会珍惜眼前，把握当下，用心对待生活，才能不枉此生。住在这里啊，感觉不错哎！哇，这是山茶花哎，好美哦！这是什么？山茶花，开得好美哦！我之前就一直很喜欢山茶花，各种颜色的，没想到这种粉这么艳的粉也是蛮美的。买个水喝。咖啡厅。这里也有在卖简单的简餐。这条路是通往蒙山，它是在韩西里里面的另外一个制高点。那边呢，人烟会比较少一点，因为一般游客都会只在八卦镇这一带。我们要去蒙山吗？我们今天没有要去蒙山，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别的行程。那如果这边脚程够的话呢，是可以再往上，因为蒙山那边也是要再爬坡上去。那边我刚刚看到它好像是有那个御守亭，就是类似祈福亭这样子的东西。这里啊，除了有樱花的那种美感之外，还有那种森林的元素。森林的，对，它旁边都是很高耸的树木，就很像在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这里夏天来应该也是蛮舒服的。这里其实我觉得不建议老人跟小孩行动不方便的话。没错，但这里绝对是一个世外桃源，好地方，很好放空的一个景点。我们走完一圈下来了，那韩西里这边呢，如果说你是要
深度一点的玩的话，我建议你呢，就是排个一整个上午或一整个下午。那这边进来的门票一个人是220块，那停车费呢还要另外计算，一台车是100块。其实门票上呢，跟其他的一些风景区相比，它不算便宜。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它内部的一个整修，它有种各种花，尤其是你看它的樱花这么茂密，开得蛮好的。其实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是值得的啦，因为它的园区环境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爬到那个太极亭那边的时候，那一个环境，哇，那真的是得天独厚。好啦，那这就是我们韩西尼的部分，那接着我们要前往下一个景点咯。由于片长的关系，我们将下一个景点放在下一集，我们将介绍眉山这条恍如仙境的花石溪茶园步道，还要带大家到一家可以边品茶边瞭望整片茶山的疗愈系吃茶店。记得订阅米菲看世界的频道，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影片见咯。